说到泰国不做那个酸条，而且在酸条上面摆一个这种姿势，就不算来过泰国。啊，然后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如果说到站的话，按下这个，前面司机就知道哦，你到站了就停下来，不能乱戳。记得，拍张照片，拍张照片。还要往前走是吧？还要往下走。好，那个，我来给你。几个人？一二三四五。